兆思在哪里啊？邱淑贞，我，哎呦啊！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？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？更高，但爱心走不到比你好。梦一生可比你一生高，真爱有如更高，千百样好。梦我高，俗世中或知偏高高，或者主朝同途二路，但我知龙爱心走不到更好。待我心世间始终美好，让我高俗世中不知偏高高，这主朝同途二路，但我知龙爱心走不到更好。待我心世间始终美好，待我心世间始终美好。来答第一题，请回答出姚晨姐和洋葱的共同点。啊，洋葱，你们写的得有道理啊，没道理自己这份是作废的。自己还有分啊？到底听没听你？他不是卧底。对不起。三二一请亮。呀、啊、什么什么、啊、他是写的同名哎 YC。 哇想到这块，想不到，好难啊！这第一题，沙哥会让人流泪。沙哥，我跟沙哥的一模一样。这个人类，我怎么这么苦情啊？我是感染力强，就是因为洋葱可以让人流泪，大姚演着戏，演着演着演着，我们也被他感染了，就是一个意思，勉强，但也不是。佘诗曼解释啊。就闻到他好香啊，在旁边。我是冲，他是做事是很往前的那种，什么都不怕的。姐轩是头发长，洋葱。对啊，就是那个洋葱上面头啊。那就是。对啊，非常好。倾城健康不是，来，你是都有皮。杨迪哥就是卧底。其实我跟健康已经接近了，我因为你跟健康接近啥？皮嘛，皮肤好。恭喜赢得三分。三分。你们觉得谁有问题吗？这里，杨迪。杨迪哥。杨迪。答案太不着边际了。我写完以后才想到催泪这个事儿，为时已晚。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。我先把我的皮穿上。啊、哦，又什么暗号呢？冷了又，他们又关空调了。侯赛雷集团有意收购我们客栈，并找了三位客栈中的人达成不可告人的协议。你将作为侯赛雷集团的卧底，潜伏在客栈家族中。你的目标是在今晚的签约仪式上代表客栈出席。哇，三位卧底啊！另外，姚晨也是你们的同伴。你们的代号分别是铜锣湾、九龙和油麻地。三位卧底，加油！
好像一会儿会有一个游戏，那个游戏是考默契，需要我们打配合的。我觉得我很容易被怀疑，因为我很容易写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题里头有那么一到两次把握一下平衡一样。总之我们就到时候见机行事嘛，是不是？好刺激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峰哥好聪明，他的把的情况拿给你，拿着自己开始防身吧。但我觉得走远一点吧。我们已经有一把水枪被一个卧底拿走了，我要去打傻逼。他们现在还在干嘛？还在争论吗？又找到枪了吗？你们？我问你们。不回答就是找到了。我们找到了，你又找到一把啊？对，你们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唐嫣姐，你在思考什么？天天，你们两个是谁找到的枪？是杰哥，对不对？唐嫣姐，我们俩同时找到的。同时找到？怎么的？你们俩走路是都是？不是，就是这样，一起，哎，两个人一起看到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杰哥在一起走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得。就是因为我不太会玩这个，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商量。跟我们商量。因为刚刚都没有看见你在哪儿。把杰哥吃了。对，我觉得也是。你们里面那些卧底在出什么馊主意？对啊。啊？那你来吧，我下不了手。你确定？嗯。你确定杀杰哥？确定。我们决定了，嗯。来掏枪出来。我真不是，哎呀，我没有枪。你肯定是，他有枪。张大飞，你的枪呢？没了，给谁了？我给别人了。太可怕了。姚晨姐，你要自谁？我绕着张大飞走。你离大姚姐远一点。唐嫣过来，你把你枪给我。哎，杰哥要自我觉得。对，你要这样玩就没有意思了啊。你要拿着枪，这个就没有意思了。无间道了，对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你们怎么自证清白呢？我怎么嘛？怎么自证清白？自证清白，第一个就是要坦诚。哇！啊！天哪！啊！二婶啊，我在客厅找到的枪啊。你找到枪多久了？就刚才第三次进去的时候找到的。你为什么要自杀一个呢？因为我一直怀疑他。啊？那你就直接下审判了。我刚才跟着他一晚上了。第一次我进了厨房，他偷偷的背着我藏线索。我说你，哎哥，你手里拿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好吓人。黑衣人带我走。请把手里的伞放下。不是，我害怕。你为什么要害怕呢？我害怕别人滋我呀。为什么要害怕？星辰，你为什么要害怕？为什么要把伞放下？为什么要害怕？你别过来！你为什么要害怕？我的妈呀！没有知道，你有枪。我好吓人啊！天哪！又是他俩！干嘛？京城果然深藏不露。你打我！杨迪，你简直是，好吧。你还有第二次？没有，我们俩。我天哪，弟弟你怎么这样啊？小心脚踝。嗨，哥。嗨。小心，真的小心滑，悠着点。星辰，我们所有人集中在一起，让他不知道枪在哪，快来。咱们集中，然后再散开，好吧？我这还有一把枪是假的，但是他用完了把枪。杨姐，那我拿你这个假的。我们合作在一起。我拿你这个假的，没用啊，假枪在张大兵那儿啊。好，散。神经病吧我们。